和剑桥公爵夫妇一同出访纽西兰的乔治小王子，9号在纽西兰总督府和另外10位小朋友一起玩耍。八个月大的小王子第一次履行王室职务，圆嘟嘟的模样非常可爱。穿着白色上衣、深蓝色吊带裤，和爸爸威廉一样有着一头金发的乔治小王子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在玩具堆里爬呀爬。妈妈凯特王妃则在一旁看着他。第一次外交，八个月大的小王子一点也不怕生，主动接近其他小朋友，圆嘟嘟的模样非常可爱。凯特也会抱着小王子，亲切地和其他小朋友打招呼。爸爸威廉王子也在一旁和其他新手爸妈一起聊天。七号，乔治小王子和剑桥公爵夫妇一同出访纽西兰，首次履行王室职务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张麒麟编译。